大家好，我叫大山，今天来看完存的土豪1000多万的好地基的，看土豪吗？看到没？要放了一层钢筋，这钢筋呢是废石的，我们拿去大家不掉。全都是下 S 的地瓦，土豪吧？看到没有？密密麻麻的钢筋网。全都是下那么密麻的钢筋网，我们防到二级地震啊！什么？你看没？密密麻麻的钢筋。哎呀！天气是一双要天气那双，一般做桥梁算做桥梁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农村上的。农村上的做，搞这些基础，牛不牛？坚不坚固？牛不牛？大家说牛不牛？看着钢筋，农村的，农村建房子牛不牛？真的，牛不牛？大家看，这钢筋啊，2条，1、2、3、4、8条，10条。10条，这个是 S5 的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是 S5 的，是大脚的 S5 的，高不高坚固啊？啊，看看地下这些地板，农村建这些房子是不是很土豪啊？是农村啊，啊，不是城里啊。打个地基。超30万，看看那边，啊，牛不牛？大家说牛不牛？我就感觉牛了。谁要搞那么好的技术？像人家做那个地下车库那样，但是他不是做地下车库的。那明天他要倒一层，直接用钱来建房，用钱来叠起来建房子。160平方，多少条柱子？我们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条柱子，中间还有一条还没起，16条柱子，160平方，16条柱子，而且每条柱子都是10条钢筋 ，S5 的，土豪吗？倒了一层，下面大家看得到的，倒一层。
土豪的工厂终于完成了，地马，明天还要倒那个一米的那个梁啊，工厂大嘛。周院长，周院长，周院长，李先生，你好，李哥。